Okay.几分了？嗯，第三次。这一次就第四次了，然后几分了？一分一行。哦，就是了。那就录完它了。其实设计是完全一样的。一分三十。录完它了，接着录啊。 几分了？两分三十。两分三十了是吧？是不是八次撕完了？嗯。好，在我这儿录一下看看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